好，欢迎翻到嚟新一集嘅 Hero Channel， 又系我阿森啊！因为拉达系自由噶，我系 Over Cosa 嘅 Cosa 嘅女姐啊。嗯，系啦，咁啊，今日仍然系有位嘉宾嘅。系，大家好啊，我系 Quota 嘅天平。你又系 Quota？ 冇错，我系 Quota， 大家都系 Quota。因为已经控制唔到时王嘛，所以佢哋系 Over Quota。其实 O 系咪即系全面失控嘅意思咧？系我已经即系嗰日睇完已经直接咁样讲。系啦 ，OK， 好，咁啊，先翻翻嚟先，先讲翻收听方法啦，就喺 Facebook 度咧 search 电口 talk 声就会揾到我哋嘅 page， 我哋会定期 update 节目嘅。咁另外仲有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啦，希望大家都订阅啦、收听啦、揿埋铃铃留意更新，同埋最好就 share 俾多啲人去留意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另外仲有呢个电下 O talk 综合讨论区嘅。咁欢迎大家都喺 Facebook 度 at 入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吹水啦。咁但系 at 入嚟之前，就最好先喺专业嗰度留言同我哋讲声先，等我哋知道你系听众再 at 你入去咁样嘅。系啊，都唔知你系咪逢魔士王系咪先？哦，啲亚达拉达咧潜入嚟搞事嗰啲，危险噶嘛，会令到电下 Autos 嘅历史唔见咗啊！OK， 喂，我哋系历史嘅管理人啊，系啦，咁样好，咁我哋然后仲有呢、這个系啦，仲有就系呢个播放形式就改变咗嘅，就系、是、逢星期三咧就会有呢个电下直播台啦。咁除咗会播放翻呢个星期嘅节目之外咧，另亦都会有呢个吹水环节同埋呢个猫木塔罗嘅时段啦，就由我哋呢个古罗里道血统继承者猫木咧就为大家去塔罗占卜一下大家嘅运程嘅，有兴趣就可以喺星期三咧就系、是。check room 嘅时候同我哋倾偈，同埋揾阿猫木去帮你占卜下啦，咁样系啦。咁系啦，如果有啲咩问题或者有啲咩来信想同我哋投稿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去 send 去我哋呢个 email 就系 dancarotalk@gmail.com 寄信俾我哋嘅咁样。嗰个 mailbox 其实系有发挥佢嘅功能，暂时都未嘅。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开多啲环节咯，开多几个环节，开多几个环节咯，例如咩女仔教生物咁样。你咪要先，你要咁我咪开咯。上网问功课咁嗰啲，加油啊！女应该唔会有用嘅，但系学啲我悲嗰啲咧。OK， 唔好抗拒佢哋，唔好帮人哋卖广告。好，翻嚟咁啊，今日 Hero Channel 啦，就去讲一套剧场版啊。咁啊，其实正确嚟讲系讲两套剧场版嘅，其实就系两套嘅，系啦。咁我哋先讲翻就系我哋讲咗话我哋台咧就应该就唔会再独立去评价时王噶啦，因为咧时王呢套作品咧，我哋已经喺有台呢个 YPR 咧入面咧就已经。讲咗六节啦，系啊，系我哋太天真，定系我哋对时王太天真？系啦，咁唔知啦，佢就走出嚟再挑战我啦，合出嚟。系啦，咁如果想知道我哋对 TV 版嘅评价咧，咁大家可以去听翻 YPR 嗰边嘅。咁咧，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另外嘅佢嘅一个专属嘅剧场版，然后再论咗一套战队嘅剧场版嘅。咁啊，先讲翻就系两套，分别就系呢个快道战队鲁邦连者 VS 警察战队巡逻连者嘅剧场版，叫咩 EN Film 啊，系啊，咁另即系法国法文嘅就系一套电影，The Movie 其实即系 The Movie 嘅意思咯，扮晒嘢咁样啦，系咁啊。咁另外仲有呢、這个，当然就系我哋今日嘅主菜啦，就系、是、呢个剧场版《Commander Zero》。Over Quota， 哇，好有劲啊个名字，哇，系啦，听到都想睇啦，系咪先？真系湿晒你，哇，真系好睇啊！睇笑到湿晒口出啊，笑出眼都眼晒啊，低头系啦。咁啊，呢个剧场版咁就独立。唔系，咁呢个剧场版咧就终于喺香港有上啦。不过另外要值得一提嘅就系，其实我哋喺标剧场版都有讲过嘅，就系因为香港喺战队方面嗰个播放进度咧，同日本有啲唔同。战队剧场版咧嗰个系剪咗，嗰个播放嘅次序同日本系有啲唔同嘅。其实喺如果你喺日本睇呢个时王剧场版咧，其实佢困住其实系农庄者，即系骑士龙战队嘅剧场版嚟嘅。咁但系因为香港嘅进度系落后咗噶嘛，所以佢就变咗剪咗快道战队嗰个剧场版落去嘅。咁样咁就我觉得有点讲咧。
一个好美妙嘅一个安排啊，就系令你冇咁难受。但系其实只不过系多咗一个入场嘅理由咯。但系会唔会前后落差会仲大咗啊？你唔可以咁比嘅，因为始终系两个唔同系列嘅作品嚟噶嘛。系啦，但系、哦、其实俾会俾人屌喎。其实我自己觉得咁样夹硬砌埋一齐，唔系一件咁好嘅事咯。但系不过我又咁讲，又好似乎你要而家嘅拉打要独立咁拍一套，因为起码要90分钟啊嘛。如果要上去戏院嘅话。咁但系一个钟啫，一个钟啫。唔系我唔系我意思系，如果你要整到一套电影而放上去戏院度播嘅话，其实起码都要个半钟噶嘛。而家好似差唔多啦，应该唔使，应该一个个零钟就 O K 噶啦，多过一个钟咯。因为咸超依家啲电影都系70几分钟嘅啫嘛。系，但系即系如果冇理由啱啱好拍一个钟，但系而家拉打同战队似乎就好难单靠自己可以拍到一套，尤其是个零钟战队啊真系更冇可能，即系你唔会拆开独立两套嘢上。系啦，咁所以就都明白点解要咁样困埋一齐出嘅。如果唔系，你好难独立出两套电影咁样。战队嚟讲，其实好似暴龙嗰阵已经系咁样上噶啦。系啊，由好耐之前咧，战队嗰啲电影都系 keep 住半个钟咁嘅样噶啦。系，除咗系嗰啲上一代战，唔系系上一代战队同依家嘅战队衔接对战嗰啲战嗰啲剧场版之外，嗰啲系有时系摆落 V Cinema， 有时就直接真系另外一套上咁样咯。系啊，系啊，系啊。OK， 系啦，咁就咁，但系咧讲咗咁耐咧，其实首先利益申报咧，我系冇睇嘅。系啦，今日主要，所以今日咧主要讲嘅咧就系女姐同埋呢个天平。我觉得阿森作为快到战队嘅支持者，唔入去睇剧场版好可耻咯。我为咗个半粒钟要挨嗰个零钟啊，唔系啩？唔系睇完之后即刻走。咁你咪直接走咯，冇人阻止你。我对快到战队嘅爱未可以 cover 到，我可以你可以加埋头，可以暗色视王啊嘛，未去到。唔系你咪睇完埋视王，然后街灯走咯。唔系，但系即系我睇呢套电影咧，因为其实咧，我对时王呢套电影咧已经系打咗底噶啦。因为咧，我有个 friend 咧喺日本咧睇咗，佢又同我佢将所有嗰啲戇鸠啊笑位讲晒俾我知，我又打晒底入去睇，所以我睇得我都打咗底入去，我以为算啦，一定系好多 bug 噶啦。点知佢后面个主旨直头挑战埋我，嗰下真系不得之了啊嘛。唉，系啦，咁啊超越底线嘅一套作品啊，咁就不过我哋先甜后苦先啦，讲多套好少少嘅就係呢个快到战队嘅剧场版先啦。好，不过其实首先都係故事简介先啦，就係、是、讲不如就我哋先集中评介绍同埋评咗鲁邦战队嗰边先，跟住先入主赛啦，好嘛。其实即係如果你话要评鲁邦呢，其实就係、是、佢应该就係、是。计嗰个完整度嚟讲，其实佢就系 T 版里面嘅其中一集咯。哦，即系同睇咗一集嘅感觉差唔多。就系同睇咗一集嘅感觉差唔多，不过今集嗰样嘢就再话，即系嗰个各样配套就更加豪华啲咁样咯。OK， 因为李新我未睇过鲁邦战队 VS 警察战队咧，但系我就咁入场睇啊，同埋咧我系因为咧。因為咧，我有個朋友遲到咧，所以我係遲咗入場睇嘅。但係就算遲咗入去睇咧，我睇成套《魯邦戰隊劇場版》嘅感官，我都係覺得係非常好嘅。因為其實冇乜悶場啊嘛，即係半個鐘頭你咪都好難悶場咧。同埋佢啲人物嗰啲係即係正如我哋之前評快到嘅評快景嘅時候，都係講話其實佢哋啲人物全部都寫得好好噶嘛。嗯。系，咁呢度就其实系喺，因为都系香川纯子写咧，咁就你个角色都唔会话，即系都唔会有话突然之间嗰啲，因为你有时剧场版咧，可能就为咗就嗰啲进度啊，或者你制作上面写唔切咧，有时你嗰啲角色性格系同 TV 接唔捻到噶嘛。系，嗯，咁但系呢度就好贯用到咯。OK， 系啦，咁因为因为其实主要的剧情咧就系、是、有个任务啦，咁就喺海外咧嚟咗嗰个有一个名侦探叫福尔摩斯啊，福尔摩斯咁，OK， 系啦，咁啊呢一个福尔摩斯咧就咁就就受呢一个嘅啊我哋嘅国际警察啊即系阿龟狼佢哋嘅保护啦。
咁同时咧，快到嗰边咧，亦都系收到个指令啊。其实咧，就走过嚟啊。其实就怀疑呢一个嘅福尔摩斯咧，其实身上面咧系有呢一个宝物嘅，系有呢一个嘅呢、這个诶，嗰、那个叫咩啊？死啦，唔记得咗啲宝物叫咩名添。啊，鲁邦收藏品啊，系 Lubang Collection 啊，系。咁其实咁跟住咧就遇到。咁就進入咗呢個戰鬥啦。咁喺戰鬥嘅途中啊，呢、這個快道熊啊，同埋呢一個嘅巡邏一號咧，就因為中咗敵人嘅詭計啊，就跌咗入去呢一個嘅 Gangula 嘅世界二次元。係，哇！終於跌咗，終於有個二次元睇啦嘛。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森林，跟住有好多嗰啲好詭異嘅光影咁樣咯。即係冥界森林嘅重製版。咁為咗。咁为咗要翻去人间界啊，咁啊呢一个黑唔系黑警，呢一个嘅咁呢个警察咧就必须同呢一个快道合作，系，然后就救翻佢哋两个人翻嚟，同埋喺异世界里面，巡逻一号咧同快道熊咧，亦都系必须合喺呢段期间里面合作咧，然后喺呢个异界里面生存落嚟，然后搵翻去人间界嘅方法咁样咯。咦，咁就咁听，其实个故事就系佢哋未有国五一齐合作嘅个第一次咯，即系第一次两个人嘅共同作业啊。系啦，虽然讲到好卵机咁样吓，其实唔系有睇快道战队就唔会觉嘅。其实系啦，咁样喂，其实咧咁样讲诶，成日都有听众问我哋几时评呢个快道战队嘅，其实就评咗噶啦。嗰个系中期探讨嚟噶嘛？哦，系咩？系啊，我哋冇总评噶嘛。其实如果总评，我哋可能迟啲安排下，搵啲时间讲咯。咁但系因为我之前唔得闲，我都未追晒，所以我迟啲就可能追晒佢讲啦。喺呢度问下天平咯，天平会唔会即系因为睇咗套剧场版就追埋咁样啊？其实我睇咗呢套剧场版，我对呢套战队都有啲兴趣。我如果因为我个 friend 就系咁嘅，我个 friend 就系话，咦，原来快到对警察好似几好睇喎。系啊，即系睇完呢套剧场版，我真系觉得诶，好似 OK 可以睇落。就走去补翻 TV 本片咁咯。系啊，咁样咁诶，咁就咁听，其实都只系可能制作精良少少嘅 TV 版其中一集故事咁样啫。你咁精良少少，好似嗰个讲法好似唔系，因为我冇睇啊嘛。你讲到 TV 好似唔系好好，即系 pop， 即系我一 pop 史上再靓啲，你知道 TV 版啲 pop 史有啲好交流噶嘛？咁你都你谂下四十几集，咁有啲回力，我啲回力镖嗰啲道具披口嗰啲唔捻接受到噶嘛？嗰啲系咪啊？系咪咁讲啊？系啊，唔系，但系即系其实即系点解话 pop 史再豪华啲咧？就系佢哋嗰个机械人 CG 战斗，系打咗起码两三分钟咁样。哦，即系 keep 住 full CG 咁样打落去。啊，系啊，因为咧，我都唔知道，好似隔咗好耐冇睇过战队啦。我对上一套睇系边套咧？海贼界手女剑。啊屌！唔会系啩？跟住咧，嗰阵啲机械人战斗咧都仲未好似依家咁样啊！我嗰阵睇快到嗰个电影咧，哇！依家战队机械人觉得啲机械人都好卵劲啊！系咯。呢个系我哋第一次睇快道，即系 TV 版第一次睇快道，佢哋第一次合体打嘅时候咧，就系、是、吓，不原来而家 TV 版都可以做到剧场版水准咁样。系啦，咁咦咁 OK 啦，即系咁当然我都系嗰句啦，我唔会因为呢半粒钟走去入场睇啦。咁但系就而家都好似落咗画啦。系咁喺香港个档期不嬲都好快的，但其实好重要嘅，我觉得即系呢套系入戏院睇，因为嗰啲机械人打咧，你喺戏院睇咧系再好睇啲咁。啊，系啊，咁应该系最同埋声效上面，入戏院嘅音效系嗰个观感会同你喺电视喺电脑睇唔同嘅，系咯，系啊屌，哇屌啊，我知。咩啊？冇，佢头先佢扮翻你喺戏院听到嗰下，嗰个咩杜比五点一咩华贝立体声嗰个啊？屌啊！又卖广告。我知咩嚟嘅，我知咩嚟。OK， 好啦，咁 OK 啦，即系因为咁讲啦，因为快到战队个情况就系、是、佢本身 TV 版已经个故事已经系好 OK。啲配套全部都做得好，系啊！咁如果都系香川纯子写咧，其实就应该唔会偏差得太远，会好大问题。但系要赞嘅就系，其实佢时间点嗰个剧情上面个接合又真系接合得 OK 咯。如果听你，因为其实你要处理第六个人出场噶嘛，
系啊。喺剧场版嚟讲，咁佢就其实以前嗰啲都有啲夹硬嘅，一系就喺最尾最尾嘅时候俾两个 shot 佢行过咯咁样。行过啊，或者个讲句好好意味深长对白啊，唔通你觉得呢个世界上面嘅乜年姐净系得你哋五个人咩？咁嗰啲系咁嗰啲啦。咁呢度就真系已经阿 Noel 已经系直接融入咗个剧情里面咁样。但 Noel 系其实佢喺老邦入面都系比较快出场噶嘛？都比较早嘅，十几集就出場。即係因為佢一早就融咗入去啦，咁就唔使特登處理佢點出場呢樣嘢。咁樣咯，同埋即係感覺上都自然咯。係啦，咁再加埋就係呢個主要係香港人嘅觀感啦，就係特別近期發生啲事件之後，你會覺得警察戰隊嗰班警察真係好順眼咯。真係警察嚟嘅，係啦，真係警察嚟嘅嗰啲。即係貴一郎再熱血都好咧，佢都係啲好好跟足規矩做嘢嘅人嚟嘅。跟規矩啊！系啦，即系规矩，要有拉神啊！系啊，要窝轮先拉得人噶，扑街，唔系勾打嘅咁样。唔系怀疑就开枪噶。系系啦，进资界嗰啲咧。唔系进资界，佢系开枪，佢系咩嘅？不怀他人怀恶意，佢怀恶意，佢报仇噶嘛？谂住系系，不徇私，不枉法，不对他人怀恶意。O K， 系啦，咁啊，唔系，同埋都系嗰句，因为我自己早期系，即系桂一郎早期出场，我系唔系太中意佢嘅，我就以为佢就系进之界嗰种警察嚟，点解后边咧香川纯子写到佢变咗做一个，系咯，系个真点正直嘅警察咯，咁系估唔到嘅。即系你讲起呢样嘢咧，喺呢度又系赞一赞嘅，吓，即系其实佢呢度又系安排咗阿快道雄同警察一号去咗异世界啊嘛，系。咁呢度就又再一次顯示即係嗰兩個紅色嘅衝突點，即係人格一個人格嘅高尚同一個走邪道嘅人嘅，係啦，係啊，咁啊，咁但係其實走邪道嗰人都唔係好邪，係佢嘅手段比較邪啲啫，係啦，即係一個唔介意洗還手，一個就係好撚正直咁樣，係啊，跟一定要即係、就是、一定要兜口兜面搞掂佢嘅，唔可以走捷徑嘅，一個咩嗰啲叫咩守罪英雄，係啦，混亂邪惡嗰啲。混沌正义，混沌正义系啊，咁样嗰啲，嗰种感觉咯。系啦，咁我 OK 啦，咁同埋特别系，我真系我自己会觉得就快乐战队就系、是，我觉得系香川纯子嘅一个真正佢成名嘅一个作品咯，即系终于大家会记得佢，同埋会觉得佢终于写佢凭自己一己之力写到一套。好睇嘅作品出嚟，咁我覺得都值得睇翻嘅，特別係佢之後好似走咗去寫 PTQ 話嗰邊，咁都可以，咁我覺得佢經過快道呢次之後，佢成功即係、就是、走前咗一步，佢之後應該可以再 keep 到一個水準。死啦！好似唔係喎，2019唔係好見到佢，死啦！會唔會因為快道唔 sell 得，所以咁咧？嗯，我觉得佢仲有大把机会可以发展嘅。哦，咁 OK 嘅，佢唔系同埋佢都唔系好耐啫嘛。佢对你谂下，对上一次我哋对佢嘅印象系 Resado 啊嘛。Resado 咁 Resado 都唔系好耐之前啫，都系动物咯，都系2012-2013年啫嘛，系咯。唔系咁动物战队其实佢都唔算写得差噶。系唔系差，但系好咗啲咯，普通咯。但系咁咪咁即系佢，你睇到佢由 Resado 去到动物战队，再去到快道战队，佢系嗰个成长，佢真系好朴实咁喺度进步紧噶嘛，成个人真系好惊人啊！个成长真系好惊人啊！系啦，咁我觉得佢某程度上都真系，即系所谓啲人话佢系小林静子嘅徒弟啦。咁的确系走出咗一个好似小林静子，但系又写到自己风格嘅一个。走向出嚟嘅，咁所以我就 OK 啦。四个剧场版我有碟，我会买嚟睇嘅。我但系系咪会同困？系咪会同困噶？一定要同困噶，一定会同困噶噃。咁我睇过半套咪 stop 咗佢咯。OK， 好啦，咁啊，唔系点解要特登拖咁长咯？我唔系好想面对后面，因为系啦。咁我哋开始不如进入主菜啦。系就系呢个咁啊，我最成功。系啊，系啊，成功进入呢、這、一个吓视王宇宙。系啊，视王呢个剧场版啊，视王呢个无数嘅平行世界。系啦，其中一个。系啦，咁但系当初 sell 呢套嘢嘅时候，唔系话呢个系真点结局嚟嘅。真结局啊，系真结局啊，白仓自己讲噶。系啦，咁哆啦 A 梦篇有剧场版补足噶嘛？
咁但系有真结局喎、啊。系咁咁即系点咧？咁样咁大家就想入去。冇错啦，就系平衡世界啦。冇错，又另一个平衡世界啦。系啦，咁交俾你哋啦，继续。唉，又即系点讲？由剧情简介开始讲先咁样。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咧，我今次可能讲嘅方式咧，会同女姐有少少唔同，因为咧。我今次我是完完全全是用看烂片的心态去看。我都是的。是的咩？你觉得我是觉得看一套正经电影的 mindset。喂不是喎天平你经过上次 YPR 咁样讲完你觉得女仔会有期望过呢套嘢咩？是你啱。是啦。即是佢知。只不过大家出到嚟个结果系你预咗系咁啊，女仔估唔到有啲嘢佢可以超出佢底线咁解嘅。唔系我本身就系预，唉都应该好多白屎噶啦，唔辣着我就得。点知佢哋就真系辣捻着我咯。OK， 咁我都有啲位系辣着咗嘅，但系我全程我系笑住嚟睇噶咯。好啦，咁啊好，先故事简介咗先啦。咁啊，故事简介咧，其实就系、是。就由呢一個莊嘅夢咧，就開始講起先啦。咁因為佢又發夢見到啊，冇錯啦，喺呢一個已經進入咗靈和時代啊，嘅時和宇宙裏面咧，嗰個莊咧。系，咁庄吾咧就发梦啦，咁发梦咧就见到阿 Zero One 咧就喺一班人嘅欢呼啊，拥护啊，或者呼唤底下咧，就众目睽睽咁样登场啦，系，就即系叫个好似迎接咗一个王者咁样，你想你有睇翻紫剧场版噶嘛？系，啊，好似叫阿奥加出嚟咁样，系啦，嗰种感觉咯，哦 ，Zero One， 佢哋咁样行出嚟 ，OK， 咁跟住阿 Ward 咧就 EYA 呢个就系你过嘅第一个拉打。O K， 系啊，系啊，所以咧嗰阵咧，我哋已经黑人问好紧嘅心谂做乜嘢啊？跟住就装唔就，跟住装唔就吓卵醒咗啦！即系对佢嚟讲，好大心理阴影系咪？系啊，仆街啊，做唔捻到王啦！我要完啦，我嘅时代。我啱啱发咗个梦咧，就咩阿 Ward 喺度庆祝紧咩灵和第一个拉打乜乜柒柒咁样啦。系。咁呢度先唔講啦，咁跟住呢度已經就其實係完咗第一個部分啦，叫做 Zero One 出場。哦、oh, ，OK。咁然後咧就進入咗第二個部分啦，就叫做無面超人獅王朵拉布篇。咁跟住咧，跟住咧就阿叔公咧就走入嚟啦，即係本來諗住食早餐嘅，即係叫你哋打開電視望下啦咁樣。咁打開電視望下咧，就發現咧啊一篇描述啊即田信長戰役嘅一個嗰啲好似清明上河圖咁樣嗰啲舊畫咧，啊突然之間有變化，變撚咗做機子喎。俾人恶作剧就突然之间咧多咗个嗰啲红色盔甲嘅人喎、哦，红色盔甲嘅人之余咧，跟住咧仲要隔篱咧有个标注叫做刑尊殿。刑尊，咁用日文写咧就系机子堕落。机子堕落 ，OK。咁跟住就大家望住机子啦，跟住话机子就话唔理关我事嘅，我唔知嘅咁样。嗯。咁跟住咧，突然之间嗰个电视机啊，突然之间插插两声咁啊，突然之间好似俾人 hit 咗咁样啦。跟住喺电视里面见到咧就系呢个 Königstein Berdo 啊，冇错，就系呢一个无面超人哆啦 A 梦嘅制作者啊。嗯、啊！呢、這、一个克里姆博士咧，就突然之间就向时王佢哋请救啊，系就话有人谂住烧去呢个无面超人哆啦 A 梦嘅历史咁样，咁跟住咧就要去佢嗰个豪宅里面咧，就攞翻一啲重要嘅道具。不如算啦，好嘛？有佢烧去咗咪得咯。啊，sorry， 唔应该，sorry， 我唔应该咁样嘅。搞咁多嘢啦！我宁愿时王嘅历史烧去都好过哆啦 A 梦嘅历史烧去。诶、你有道理嘅，你继续啊，你继续，我都觉得系嘅真。咁 Queen Styberido 咁佢哋两个咧就去咗嗰个豪宅嗰度，咁就攞到一个用檀香木砌成嘅十字架啦，系啦，咁呢个就系阿 Queen Styberido 嘅祖传道具嚟嘅，即系咪圣遗物咁啊？圣遗物咁样啦，咁跟住咁喺攞完呢个圣遗物之后咧，阿 John 同 Gates 咧就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叫做无面超人 Norman
Mobius 嘅無面超人啦，咁然後就話將手上嗰樣性遺物交出嚟，我哋要燒去無面超人嘅無面超人 Doraemon 嘅歷史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就同時亦都遇到司徒哥啦，然後就解釋咗其實咧我哋係嚟保護無面超人 Doraemon 嘅歷史嘅，咁然後就話為咗保護 Queen Star Belador 咧嘅祖先咧，所以我哋就要去呢個嘅戰國時代啦。咁為咗因為其實呢一個係有少少演員 get 嘅，因為 Queen Star Belador 個演員咧喺現實世界就話佢係好似係織田信長定明治光秀嘅後人嚟嘅。哦，咁其實呢度就用咗呢個 get 咁樣樣咯。O K， 咁呢度就話 Queen Star Belador 其實織田信長嘅後人呢、這個一開始故事嘅講法啦，然後最尾就話唔撚係啦，其實。O K， 咁樣其實都係外國人嚟嘅，阿 Queen Star Belador 嘅祖先都係外國人嚟嘅咁樣咯。O K， 咁但係就但係佢個祖先。即是女方那边的祖先就跟阿织田信长有些关系咁样咯。OK， 咁如果冇嗰、那个，如果冇即系佢个祖先冇同织田信长交流过嘅话咧，咁就冇就好大机会唔会有 Queen Star Belador 咯。哦，所以一定要有佢哋嘅时空介入先至会令到无面超人堕埃布呢件事成立咯。哦，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好似叮当嘅时空故仔咁样。系啦，呢度就系线性时空嘅概念啊！终于玩翻，终于玩翻呢样，终于成气有呢样嘢。唉，但系我都冇想咁讲嘅，但系其实佢依家呢个都系玩紧平衡时空。但系呢套嘢咧个定位咧又系平衡世界喎。冇错。所以证明咗啲咩咧？就是、Overcosa 同 TV 本片系接唔捻到啊。系啊。系啦，就系、是、咁样咯。系啦，跟住就总之就同嗰班所谓嘅真点时劫者啊，就打咗镬金啦，嗰三个拉打。唔系嗰啲唔系时劫者嚟噶，我哋系历史嘅管理者。历史管理者啊，系啊系啊，即系佢系基时嘅嗰边，本身系基时嘅阿头咁样噶嘛，其实类似系。应该系 Wars 嘅阿头类似系啦，系咁咁讲到呢度咧，其实喺呢个 Doraemon 篇完咗之后咧，就进入咗呢一个事和嘅真结局啊，系真正最终章啊 ，Overcosa 篇啊 ，Overcosa 系啦，咁 Overcosa 篇咧，咁就喺啊呢个庄吾啊成功保护 Doraemon 嘅历史之后咧，翻到嚟之后啊，因为呢个20个镖头咧已经齐晒啦嘛。因为已经即系点讲好啊，经过同哆啦 A 梦嗰啲人嘅交流之后咧，佢已经成功获取到哆啦 A 梦嘅手表。系，系啦，系啊，所以咧，即系咩咧 ？TV 佢都系未齐表嘅，冇捻错啦。咁咧喺呢一个二十个平成拉打二十个标齐晒嘅情况底下咧 ，Watch 咧突然之间啊露出一个好诡异嘅事，就揽捻住嗰个手表塔咧。咁佢跑咗出去啦，系，咁然后跑咗出去之际咧，突然之间咧安排呢一个庄吾咧谂住坐落个王座度啦，然后王座上面原来有第二个叫做上盘 Sogo， 上盘 Sogo，Sogo， 咁先至同你讲咧，原来上盘庄吾咧并唔系真正嘅上盘庄吾嚟嘅，而系上盘 Sogo 嘅影武者，咁呢度就同呢一个织田信长嗰个故事就相呼应，就其实讲紧咩历史上对一个人嘅印象咧就并唔系唔并即系唔系嗰个人真实唔系真貌啦，系唔一定一定系真貌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其实系织田信长故仔里面讲嗰个 idea 啦，咁然后就越嚟越过分啦，讲到其实即系、就是、我哋对蒙面超人呢样嘢咧，其实只不过系我哋脑里面咧对拉打嘅固定印象，系我哋自己 FF 嘅咋，佢真实唔系咁噶。其实冇面超人唔一定系要咁样噶，只不过你哋会有印象你哋认为系要咁啫嘛。你哋班垃圾自以为是，你哋自以为佢系咁样就认定一定系咁样，其实我哋唔可以系咁，唔一定要系咁样嘅咁样咯。唔系咁跟住，你俾我讲埋个故事简介先。总之就系一轮挣扎之后咧，就打败成班 Corsa， 打败哇，好快咯！打败咗成班历史嘅管理者，然后咧就跟住就消啊，因为呢、這、一个因为伏魔士王嘅时间已经消失咗啦嘛，因为呢、這、一个阿庄吾咧已经成为咗一个最高至善嘅魔王，但系佢成为最高最善嘅魔王，呢嗰嗰嚿嘢又系要去揾翻伏魔士王攞嗰个，冇错啦，系啊，咁都唔紧要啊，成为咗呢一个最高最善嘅士王之后咧，咁啊基住同 Scorpion 就消失咗咯，咁然后。
咁然後 Zom 咧就好撚傷心咁樣啦，咁然後就又對嗰班 Cosa 嘅同黨咧鳩噏咗一輪啦，鳩咗一輪之後咧就翻去叔公嗰間鐘錶鋪啦，然後又見翻機術同學，又見翻佢哋啦，甚至乎咧鍋子都喺度啊，係啦，因為鍋子咧喺剛才嗰啲戰鬥裏面其實應該係死撚咗，應該死咗嘅。咁跟住去到呢一個鐘錶鋪嘅時候咧，又見翻佢哋三條咧三勾咁全部喺曬度啦。唔係，而最好笑嘅係咧，佢即係佢成日喺度中間夾雜住啲即係打破第四秒。第四埲牆嘅，你俾我講埋先，然後就用 Zom 嘅一句好有人生哲理，我唔知道未來會係點樣，不過最緊要就會好當下，咁然後呢套戲就完撚咗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其實頭先我哋經歷嗰個零鐘嘅時間都係佢發夢見到嘅嘢嚟嘅。唔係，真係發生過㗎，真係發生過。咁即係點啊？咁即係點啊？平行世界。平行世界咯。第一樣嘢就首先同 TV 本片接唔撚到先啦。係。係啊。咁跟住到底中間劇情裏面發生嘅啲北咧，佢就用一個已經係呢個叫做夠極萬能嘅理由啊，因為拉打係自由㗎，自由㗎，所以到底點解會有呢啲劇情咧係唔撚解嘅，係冇所謂啊，屌，因為冇所謂啊，係啊，就係咁樣咯。哦，咁啊，點算我聽完？你系咪已经本身听完个故事，梗系已经觉得好卵鸠咧？我好彩冇因为快到嘅剧场版而走去睇呢套嘢咯。唔系，因为有啲系啊，我真系觉得当烂片睇真系 O K 喎。因为有啲戏，唔系，因为有啲戏咧，睇完个故事简介咧，就觉得都 O K 啊，咁样噶嘛。依家系听完个简介都觉得，听完个简介都已经，你啱好彩冇入去睇啫，咁样。啊，咁样啦，咁就开始正式进入即系套租或者呢一个咩鬼嘢啊？露屌啊！系露屌嘅时间，或者系呢个最关，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咩最重要嘅主菜就系应该呢度啊嘛！我屌，系我首先就由呢个战国时代嗰个位开始套租起先啊！佢哋去咗呢一个战国时代咧，咁第一件事咧就 cosplay 啦。系嗱，佢呢个时间呢个时候咧，阿窝子咧就冇 cosplay 到嘅，得佢一个冇 cosplay， 啲其他角色都问佢做咩你唔 cos 啊？然后咧佢就好好笑咁样咧，就讲咗句打破第四埲墙嘅话，佢话如果连我都 cosplay 埋嘅话咧。咁樣觀眾就唔會知道我哋喺度做緊乜嘢啦。跟住其他人，對，就算你 call 唔 call 我都唔，我都係知道你喺做緊乜嘢。喂，好出色喎、啊！呢個係點啊？佢引你套租佢喎、啊，打破第四面牆引你套租佢。都唔撚，好出色喎、啊！呢、這個真係都唔撚緊要 ，once 唔 call 都唔撚緊要。係，但係你請你大家諗下呢個時王嘅第一集係阿多呢个 Zom 同阅读去，因为即系尝试，即系尝阿阅读尝试证明自己真系未来人嗰样嘢嘅时候咧，佢哋系有搭过呢个 time machine 去到呢一个嘅古代嘅日本嘅。系。咁然后咧，佢哋咧就去到呢个古代日本嘅时候咧，佢哋咧系着住便服周围行嘅。冇消费过嘅，咁喺呢边咧就同你讲话、啊、我哋如果唔 cosplay 咧，就会造成好大嘅时空混乱噶啦，咁样。我有讲过啊，我唔记得啦。嗱，同埋一样嘢 ，very important， 第一集剧本下山见人，剧场版剧本下山见人。喺我自己写咗啲乜嘢，我自己都唔记得啦。O K， 唔系，同埋我想讲咧，佢哋喺呢个《风蛇篇》嘅时候咧 ，T V 版咧，阿 Gaze 咪 cosplay 个学生。唔系，你嗰阵你未当佢哋要潜入间学校。哦，潜入就要 cosplay， 你回到过去唔想影响时空就唔使 cosplay 嘅。啊，呢个系咩咩啊？时王第一集嗰个位噶嘛。OK， 好啦，OK， 哎呀，真系，唉，讲咩好啊？系，好，继续啦，你哋。咁跟住 cosplay 完之后咧，咁啊上盘装唔就兵分两路啦。咁就阿窝住同阅读咧，就走去揾阿边个啊？我都唔记得咗揾边个添。我都记得啦，战国时代嗰段真系睇到我好辛苦啊！就系、是、嗰段唯一睇得辛苦嗰段就系嗰段，因为真系完全唔知佢哋做紧啲乜嘢。系。
阿 John 啊，同阿基出走去揾阿织田信长啦，咁结果就真系揾到织田信长啦。咁点知揾到织田信长嘅时候咧，因为嚟紧咧织田信长咧就要打一场好重要嘅战役嘅。系。咁原来最尾就发现，原来个织田信长咧根本就冇乜野心嘅。呢个系织田信长被人黑得最彻底嘅一次。原来只不过系一个挂住沟女嘅咸湿佬嘅咸湿佬即嚟咸嘅啫。湿阿叔系。系啦，咁跟住就揾机做咗影武者啦。哦。咁所以就从而就解释咗点解幅画上面会嗰有。个清明上河图咧会有系机啊，会智有个样技喺度啦。即系赤之英雄就系机石。就系机子啦，咁样。系，OK。系啦，咁跟住。有晒伏笔啊！因为战国时代仲有啲咩好套咧？其实战国时代反而要套嘅租反而唔多喎。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即系我睇嗰阵咧，其实我觉得系，其实个哆啦 A 梦片嘅故事其实系叫做 OK 嘅。系。真正辣住我嘅其实系 Over Corsa 篇。系 Over Corsa 篇，我睇得好开心。咁其实咁 Drive 佢唔系，其实佢时我又唔觉，即系我觉得织田信长佢呢样嘢，我觉得都勉强可以 OK 嘅，即系因为同时间佢系其实系套落翻讲 Zom 嗰样嘢度噶嘛，Zom 未来系魔王嗰样嘢，其实只不过系基佢哋嗰个主观印象嚟噶嘛。即系你本伏魔时王降临力系咁样写啫，究竟系咪真系佢嘅？即系你冇亲身见证，其实你唔知系咪真噶嘛。系啦，咁嗰样嘢，咁我觉得 OK 嘅，其实 OK 啊，系佢就算死跟住嘅去到之后就突然之间黐捻咗线咁样咯，越讲越过分咯。OK，系系啦，咁啊继续啦，咁啊 Over Corsa 篇咁发生咩事咧？到底？Over Corsa 篇全部都发生得好捻突然，我不如系啊，交俾乜嘢都听冇讲铺，乜嘢都冇铺底下就变成咁嘅样。Boss 几时变咗无间道嘅咧？就系、是、Over Corsa 篇咯，就系喺去完战国时代翻嚟之后咯，就突然之间就话，其实我都系 Quota 嘅一员嚟嘅。对唔捻住上盘 Zom 其实你并唔系真正嘅上盘 Zom，你唔系真正嘅王，系因为你只不过系上盘 Sogo 嘅影武者，系啦，系咁呢个上盘 Sogo 喺边度铺过咧？其实就冇嘅，冇铺过，喺画面上面咧突然之间出现，突然之间出现咗嗰、那个出现咗嗰、那个诶、唱主题曲嗰、那个嗰位仁兄 ，Now for Corsa 嗰个。O、okay, K，好，非常好啊，好，好好时王特色啊，我觉得好贯彻，我觉得。你明唔明啊？其实你呢啲突然出现都唔捻紧要。你知唔知嗰个画面咧，系真系突然到冇得再突然。佢个画面表达咧就系嗰阵个画面咧就系好似啊装诶之前发过梦咁嘅样啊，又一大堆人喺度诶，好似要拥立佢上个王座咁嘅样啦。狮王，跟住好啦，到佢行上去，到佢行到上去个王座度啦，突然之间咧就坐咗第二条友坐喺度，就喺度坐咗喺度，你知唔知个王真系笑捻到我？我觉得可以再好啲，如果佢准备坐嘅话，大家有条友侧边跳出嚟，一脚西走佢，收皮啊你！真系有噶，真系有噶。跟住佢见到坐咗两条友之后咧，好似突然之间一夜新咗阿庄唔到佢啊！咗一轮之后，跟住同佢讲上盘庄，唔系最咧好笑嘅，不过系我影武者嚟嘅啫，跟住就一脚新咗，跟住最咧好笑嘅系咧，佢一脚新落去，一脚新落去庄唔到阵，你庄我唔知道女仔仲记唔记得啦？佢嗰一幕个分镜咧，个妆凹嘴样咧，咁远噶嘛？嗰个凹嘴真系好啊，好笑！唔系你明唔明啊？嗰个拥护嗰个位咧，系阿 Water 叫佢过去噶嘛？阴狗嗱，唔系突然间觉得咧。你哋我哋咪睇翻啊个导演咧就系、是、监督就系呢个天启龙太啊嘛，咁但系咧我想讲我依然我好肯定白川新一郎系有参与制作嘅，点解咧？因为咧佢呢你头先讲呢一幕啊，同阿嫲丧咋第二季啊阿柔咧拍台啩系一捻样嘅搞笑模式嚟嘅，系啊真系好好笑。佢嗰、那个阿庄唔碌到九万只雀咁远之后咧，屌我真系听到好想笑，唔系唔系你真系你睇个画面系好捻好笑啊！
咁基慈咧就跑过嚟啦，咁就谂住帮阿 Zom 咧去点啊？去对付阿、啊、上半 Sogo 啦，啊，咁就一个就变身成关之敖啦，咁另外一个就变身成基慈，咁就同阿 Wazu 呢个大决斗咁样啦。系、啊，咁你知啦，变身成关之敖咁即系点啊？就即系要输啊！照输噶啦，系。咁跟住关，系一变关之敖咧，就系、是、呢、這个系。即係嗰啲好似咩咩有句話咩咩咩嗰啲立 flag 啊，呢個係 flag 嚟啊，變關子哦。O K，係戰敗嘅法則已經確定咗啊。冇錯，就係、是、變關子哦。係冇錯啦，關子豪又輸咗啦。係啊，我你好意外咩？我冇意外，好合理喎。冇意外，但係好搞笑嘅，覺得。係啊，咁關子豪就俾呢個 Black Out X 嘅。喺 Black Out X 嘅淫威之下，又打輸咗啦。係咁打輸咗之後咧，佢就俾人拉咗坐監啦。系，咁就，OK， 系啦，咁俾人拉咗去坐监咧，咁阿 Wazu 咧就走嚟解释来龙去脉啦，即系同阿成盘装解释来龙去脉啦。原来佢系卧底嗰啲系嘛？唔系，佢又讲紧呢一样嘢吓，咁其实即系解释下呢个成盘装，首先系影武者呢一件事先啦。系啦，咁同埋咧，佢就解释咗呢一个时王啊，本身个存在意义系乜嘢啊？好似我都唔记得咗个对白系咩啦，好似话系就系用嚟纪念，就真系用嚟即系用嚟即系代表一个平成时代嘅拉带终结啊嘛。嗱 ，exactly 嘅对白咧，我就唔系好记得啦。我都唔记得啦。佢个大意咧系咁样样嘅，首先咧平成咧已经完结咗啦嘛。同埋佢话平成呢个要进入令和时代啦嘛。咁平成拉打咧就係舊時代留低嘅產物，係咁就要揾一個存在咧去叫做點講好啊？代表曬成個總結曬，去概括呢個時代咁樣啦。咁就咁啱咧，咁就咁啱咧就揾咗一套去有紀念性質嘅拉打，就係無面超人時王啦。時王啊！系啦，哦，你好意思攞出嚟讲喎，屌你啊！我嘅你继，系咯，你继续。系啊，佢呢一样嘢之后更加 marvelous 啊！咁讲住先啦，咁就揾咗，咁就咁啱揾咗无面超人时王，亦都系咁啱揾咗常盘庄唔理在呢个常盘 Sogo 嘅影武者。唔系啊，佢有 show 翻，佢有 show 翻嗰阵诶，即系佢俾，即系记唔记得咧？喺 TV 入边系咪俾个紫色男人捉晒去叫佢哋发嗰个梦嘅？系啊，跟住佢又 show 翻咧，佢又 show 翻原来嗰把声唔系紫色男人啊，而系嗰个上盘 Sogo 把声嚟啊！唔系咩？都系个黑色男人，都系个黑色男人喺度嘅。系咁但系咧有一幕咧就阿细个嘅上盘 Zom 咧就街大危险啊，跟住声音凝固剂救咗人噶嘛。系啊系啊系啊！咁然后就用佢自己力量咧，令到嗰啲好核突嘅大机械人生锈，跟住变成粉尘咁样啊嘛。系，但依家就好似系变咗嗰、那个。原来咧嗰、那个系上盘 Sogo。Sogo 整出嚟嘅。从后呢一个嘅指使呢个洗横手嘅，原来真正打败个机械人咧系 Sogo， 而唔系上盘 Zom。我想讲。咁咪接唔撚到 TV 版咯，冇撚有錯啦。咁紫色同埋咧，我補充一點啊，除咗呢一幕紫色男人有出現之外咧，成套 Over Quota 你時劫者係完全冇出過場噶，冇撚錯。唔係，我想我唔係我我我又我又想問咧，咁你咪即係假如佢所謂呢個真點結局啊係成立嘅話咧？咁紫色男人咪再多咗一個戇鳩 point 嘅喎，就係佢連揀王都揀撚錯啊！系啊！屌你老味，佢唔捻知道原来呢个影武者嚟嘅，同埋就系、是，同埋我想讲咧，就系呢把第一集有一个对白 very important， 伏魔时王话：你哋系打唔低我嘅，因为我系由出生已经被确立咗系成为王嘅人。咁或者呢个系 Sogo 嚟嘅咧？咁但系 Sogo 死捻咗。唉，真好嘢，算啦，好嘢，喂，心急会俾马踢噶。喂，我想个 TV 版已经够 fuck up 噶啦，但系呢套剧场版系 fuck up 埋 TV 版噶。系啊，好嘢，有错，冇捻有错啊，黐捻咗线咁样噶嘛。好嘢啊，黐捻咗线，佢可以 fuck up 埋成套 TV 啊，佢呢套。咁啊，真系出色喎，好出色喎，真系。咁啊，
咁啊，喺阿 John 突然之间又撇晒皮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唔系真正被选中嘅人咁样啦。咁撇晒皮嘅时候咧，咁突然之间又插到一个搞笑艺人以前扮过嘅拉打，咁就激励咗上盘 John 咁样啦。咁呢一幕戏，好似 Excel 陈年揾咗个演员翻嚟，系嗰个演员嚟噶，系嗰个演员嚟嘅。咁但系呢啲致敬意义就我觉得系唔需要咯。他讲到自己好似系本即系本乡猛嗰个角色，去激励，佢扮到啲本乡猛谂住激励啊，最新一代拉打咁样咧。佢话佢想做，但系做唔到。你系真正你俾人选中，你就应该好珍惜咁样样。我想讲咧，有好多其实咧，所谓嗰啲非公认嘅拉打咧，都有好几个嘅。冇错啦，咁之后佢哋就出场啦。系啦，卡咩拉达 G 嗰啲咧，冇错啦，佢今次就有出场啦。而佢哋出场嘅方式咧，十分之好笑嘅个画面表现。系，好交俾女仔继续讲。唔系，我想讲，我都想讲，我要讲一句有台主持大王成日讲嘅说话。我够噏噶咋屌？点解会发生噶？屌你老味！是喎。自王又系冇嘢冇可能噶嘛 ？OK， 系自王嘅可能性嘅无限大。好啦，我女仔你继续啊。咁庄唔咧就叫做咩啊？攞翻呢个自信或者战意啦。咁啊，司道哥咧就孭住战国时代嗰条其中一条友咧就走过嚟劫肉啦。咁劫完肉之后咧，咁劫完肉出嚟之后啊有样嘢要司道哥嗰个对白又系 very important。有样嘢唔记得讲嘅就系、是、咧。自从咧嗰个 drive 嘅历史俾人烧去咗之后咧，就好自然咁，司道哥会失去咗记忆啦。你哋到底系边捻个？然之后咧，去到劫狱嗰阵咧，跟住去到无啦啦咧就拉部只表俾你啊！知唔知点解我要俾 drive？ 系啊，知唔知点解我要俾只表你啊？装唔啊？你因为真系、就是、因为你系上盘装唔，师兄你失咗忆噶。到底做乜嘢？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失咗忆噶？又系睇到一黑人问号喊出嚟，冇错啦！佢又做咗事，一贯嘅做法就系前十分钟唔系后十分钟打前十分钟嘅。唔系，我帮佢斗。呢个系未来拉大之后发生嘅故事嚟噶嘛？假如呢个所谓嘅真点结局系成立啊，咁、那个时间点点计都应该系未来拉大之后嘅故事嚟噶嘛？即、未来拉大之后三大法真系 fuck up 晒噶啦嘛，咁咪冇事咯。但系佢一开始又失咗亿喎。冇得兜噶啦，冇得兜，点兜啊？屌你！冇得兜啊！点解会咁噶？系 OK， 咁跟住仲要成功劫狱啦。佢嗰劫之后咧，如果今集爆紧晒麦嘅啫，有捻排集啊！仆街，你继续啦。哎，我都唔知由边度，跟住镜头一转啊，又去到阿基斯同阿 Wars 决斗嗰个位嗰度啦，好似佢抢标啊嘛，好似系啦，抢标啦，我跟住又动之以情，跟住继而动武咁样啦，系之后又话跟住 Wars 就又突然之间好对自己 Kota 嗰个身份又好捻怀疑啊，跟住咩佢阿基只不过问咗佢一句嘢，咪即系同佢讲话咩啊？同我明明同我哋经历咗咁多嘢。你应该都系俾上盘装唔敢点讲噶，咁样咯。咁跟住佢就对自己 quota 嘅身份好捻怀疑啦。吓 ，OK， 冇错，你继续啊。唔系咁，其实前面劫狱即系劫狱之前阿 Wash 探监噶嘛。咁佢都有个对白就系、是，我陪住你呢个影武者嘅呢段旅程，我并唔讨厌嘅，咁样咯。哦。咁叫做有啲垃圾基本咁样啦。哇，好狠边喎，好少见你咁边喎，好近边黐线嘅，有事实系嘛？佢讲咗个事实出嚟嘅，有讲佢讲嗰句啫。O K， 佢都讲咗个事实出嚟嘅。咁嗰啲所谓非公认拉达系点走出嚟嘅咧？哦，冇哇！呢个马骝高捻啦。咁啊，上盘即系成功逃狱之后，咁啊，即系同呢个上盘 Sogo， 即系影武者同正本尊之间有一个大对决啦。唔系，好似佢系去咗无啦啦走咗去
即系我唔知点解个画面会突然之间飞咗去诶，唔知几多年后咧，阿伏魔士王同佢倾，佢同佢讲嘢啊嘛。因为嗰阵阿嗱诶，咁、系时候穿呢一个 over quota， 即系嗰班 quota 嘅大桥啦。系啊，咁嗰班 quota 嘅大桥即系点咧？首先咧就要收集晒呢个平成二十拉打嘅力量啦。系啊，总之揾阿 John 去做替工咁，帮佢收集晒啦。系啊，咁收集晒，咁即系所有嘅历史都已经汇聚晒喺啲标里面啦。系咁，然后咧就正式启动呢一个嘅平成终结系统啊，重塑计划啦。咁就系嗰啲好核突嘅机械，跟住好似整飞上宇宙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啦。佢好似整咗个大黑洞，吸引走晒啲人啊嘛，系整咗好巨大嘅时光隧道啊，然后时光抽走平成出世嘅人，哦，好似吓，冇错，系啊，抽走平成出世嘅人，系啊，然后就一嘢撞落去平，然后搵呢一个新嘅地球撞落去平成元年嗰个地球嗰度，咁就可以重塑呢一个平成嘅成个平成时代啦。咁讲咩好咧？可以。我好啦，系时候咧要讲，要解要重塑平成时代咧？佢冇讲噶，冇解释过啊。佢啊有，佢话因为平成依家呢个年代，即系佢话过得好咩啊？太丑陋，太乱七八糟啊嘛。跟住去重塑成个平成时代啊嘛。哇！犀利咧！我屌！犀利咧！哇！我旁听啊，点解佢会嬲嘅？屌你继续，我屌你老味啊！嗱、okay. 我补充一点啊，佢唔系话平成拉打呢样嘢系丑陋，系成捻个平，系成捻个平成个平成时代、啊。佢讲紧，哇！佢嘅 word 系咁嘅，佢有个对白会嚣张噶，系你唔觉得你哋嘅平成非常丑陋嘅咩？嗯，系啊。佢即系间接屌鸠晒所有平成年代出世嘅人包括我哋。系，我哋都系，屌系啊！即系我哋都会被人吸走嘅，吸走。即系你个嗰个乜嘢啊？即系个 interpretation 咧，我唔去到成个平成时代先，都净系拉打都好捻过分啦啩。系啊，净系拉打都好捻过分啊！其实呢句嘢系啊，即系所有平成拉打都系垃圾，要清除。哇，好嘢啊！真系屌你，系啊，其实真系好嘢啊！咁跟住瑞文庄就发嬲啦，咁瑞文庄就发嬲住，冇错，我哋平成嘅历史系好捻乱、好捻复杂，但系千祈唔可以讲佢系垃圾。唔系，本身呢句 OK 嘅，OK 嘅，咁但系你知道后面系仲补多句噶嘛？即系补多句咩？死咯！拉达系自由噶嘛？因为拉达系自由嘅。所以佢点捻样点捻样乱都冇问题啊嘛，点捻样乱都冇问题。你可以唔认同佢，但系绝对唔可以话佢垃圾。系啦，咁跟住就咁跟住就休咁跟住上盘 John 就即系呢个点讲好啊，叫做英雄式觉醒咗之后咧，咁就嗰啲去嗰啲叫嗰啲被称呼为历史沙石嘅嗰啲英雄啊。嗰啲即系啲咩无名千人之啊，拉打啊，漫画版古家啊，漫画版古家系点出噶？咪出个皮袋。漫画版古家真系犀利啊，好捻好笑啊！嗰画面我嚟剖析啊，就系一个剪影咁样剪个漫画出嚟啊。唔系啊，佢系咁捻样啊！佢咧个漫画版古家出嚟好捻 marvelous 啊！佢咧嗰啲怪喺度袭击紧人啊嘛，然后咧。有几个对话框咧，就突然之间弹出嚟打嗰只怪，嗰几个对话框写好似系话，谂下好似 Deadpool 咁样咯，系啊，好似 Deadpool 咁样，几个对话框咁样打落啲怪度，然之后咧有个漫画，有个指引嘅 Kuga 咧一脚踢落去，我屌，唔系剪影啊，剪纸嘅 Kuga， 系嗰啲指引啊，即系嗰啲咧黑白嘅 Kuga 嘅一个。即系你当系平面嘅黑白 Kuga 咧，一嘢踢落去，跟爆炸。喺漫画书里面剪个 Kuga 出嚟，然后你搵只手喐佢咁样。我系啊系啊，哇！即系平面咁样踢落去，好捻好笑啊个画面。哇！屌啊！顺带一提啊，嗰个剧舞台剧版嗰个咧，嗰个海报个斩月，个圣孔斩月都有出嚟。但系你知唔知佢点样出嚟啊？点样？系啊，就喺海报度跳出嚟，系将海报度弹出嚟。
咁啊，唔拉打就真系就唔出仲有嚟。Commander 系 啊 Bring ，Gunlighter 咯，同得埋唔唔得拉嘅？打啊嘛。我有我系啊根据呢个系 VT 所讲啊，系啊系啊，有出到嚟嘅，有出到同埋无面超人之就全部跳晒出嚟咁样。唔系，我想讲咧，我想讲咧，除咗漫画版 Kuga 之外，我觉得另外嗰四个系不能被称为历史嘅沙石咯。OK， 其实啱嘅。系啊，其余嗰四个其实系有好睇嘅地方噶嘛。系啊，就算系唔拉打都其实唔拉打都有好睇嘅地方。系啊 ，Kuga， 但系 Kuga 系真点沙石嚟噶，漫画版 Kuga 系真点沙石嚟噶嘛。我觉得你咁样类比又系辣着辣着 fans 噶，屌你！而佢出现嘅方式都好沙石添。系啊，成本书，我哋嗰啲咩劈对话打落去，然之后一个漫画啲平面嘅 Kuga 一嘢拉过去踢过去。佢前面咧有个位好搞笑。佢出場嗰個圓嗰個 source 係好搞笑嘅，係有本漫畫嘅 Kuga 俾人掉咗落地下度，好似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就個對話框彈出嚟保護啲人啦，係保護。我突然間想講，即係睇嚟東映都知道漫畫版 Kuga 係唔撚受歡迎，佢點解要掉落地下度咧？即系哪怕系沙石，我都要保护大家。正面啲、okay。就算我俾人掉落地下，我都要保护大家嘅笑容。但我都系觉得你唔应该攞佢同卡梅拉德 Bring 比咯 ，Bring 系好过佢咯。Bring 好睇喎，屌你有冇搞错啊？呢、這个时候咧， okay。 我哋就要继续讲落去啦。然后咧，讲到边啊？佢就攞咩啊？咩事？讲到边度啊？我都唔理几多集。Timmy 继续讲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继续讲落去啦。唔系啊，阿庄唔英雄觉醒，阿庄唔英雄觉醒啦，然后佢就拎咗伏魔时王只表啦，跟住咧个画面好卵好笑嘅，佢喺好似为咗救嗰啲被人吸咗上去嘅人啊嘛，跟住咧佢自己被人吸咗上去啦，跟住咧。佢反地心吸力咁样企喺个电灯柱度，碎片建筑物嘅碎片度啊，企咗喺度，企喺佢反地心吸力咁样向上企咗上去，嗰个画面我真系我同我啲 friend 咧系笑到肚都跣咗，跣咗即系啲咩成个人跣咗落去咁样咯，跣咗落去张凳度，好好笑个画面。如果心哥买碟咧，即一定要睇嗰幕，嗰一幕真系精彩，好好笑。你买碟咧，你可以飞住睇噶嘛？系，好，我应该会，应该冇咁难受嘅，应该 OK。唔系，你记住睇佢变伏魔形态嗰幕，真系好好笑嗰个画面。O、okay。 K， 我唔识形容，我唔识形容佢好笑程度。跟住好啦，变咗身啦，弹咗落嚟，开始最后大战啦。然后咧，嗰个平成20个蒙面超人又无啦啦弹咗出嚟啦，又系唔知边度弹出嚟嘅。咁啊，其余嗰19个前辈咧就讲收工咁样就话，一路行行企企喺度变最终形态啦。系啊，一路打打，一路喺度清卒啦，一路喺度打咁样。打打打打打啦。跟住咧，个 RX 咧就发现形势不妙啦，就使出 Biolider 只标巨大化，同埋 J 只标。啊，系 J 只标巨大化变液体。巨大化同埋 Biolider 变液体啦，咁就无卵敌咁样。系无卵敌，唔卵够打。其实我觉得咧。佢咁樣又好甩惡意嘅，佢咧，我覺得佢想帶出嚟嘅信息就係咧，人即係、就是、我哋依家普遍啲拉打 fans 咧，即、就、係、是、個固有即係、就是、對拉打固有印象咧，就係 RX 啊呢啲，即係呢啲老屎忽思想啦。係啦，所以就我而家就要喺你面前懟冧佢俾你睇。冇撚有錯，而呢套電影辣著我嘅唯一一個位咧就係、是。嗰個疑似 RX 嘅物體喺度大嗌 Nibolukan， 係啊，又突然之間喺個時空 driver 嗰度抽把 Nibolukan 出嚟，冇撚有錯。好啦，跟住咧，成套戲又另一個最撚精彩嘅位啦，二十個拉打劇，係佢題劇啊，佢好笑程度咧係比起。嗰陣 Allider vs 大 Shocker 踢影月嗰個係仲再好笑啲啊！係佢咧就係、是、成班拉打喺度踢啦，然之後咧嗰啲拉打踢咧，唔知點解變曬做標題喎、哦，那個拉打嘅標題喎、哦。咁、全部標題就飛過去係咪？係飛過去啊！然後咧佢就個 RX 就攞個屏障擋啦，然後擋曬呢20個飛踢嗰陣咧，跟住個屏障就佢就個屏障就寫緊住平成兩隻字。哇，好捻恶意喎，真系。唔系你，跟住你想象下咧，跟住佢死之前个遗影咧，
系啊，就系日本嗰啲内务官咧宣布新年号嗰样，系啊，即系佢拎住块平成嘅板，跟住爆炸。死之前，难得我谂住整靓翻个平成时代啊，嘣咁就死咗咯，哇，好撚惡意喎！就系咁啦，屌你老母，我听到都觉得嬲喎，屌！咁跟住，喂，但系咧，你听会觉得嬲啦，但系咧，佢画面表达好撚好笑嘅。啊，唔系佢画面表达唔系好好笑，佢好佢有恶意，但系佢表现得好撚鸠啊嘛。系啦，系系。唔系，所以我谂应该我睇画面嗰阵，我系会唔识嬲嘅，因为太戇鸠啊嘛。系因为太戇鸠啊，咁系呢度都未辣着我嗰啲位嚟。系，你继续。系继续啦，女仔继续。佢跟住上盘庄唔就啲战斗完之后就即系再同阿机智啊阅读佢哋回合啦咁样，即系头先讲嗰个消失嗰场戏啦，然后就翻翻去九五食堂，九五食堂咁跟住又见翻阿阅读啊同机啊阅读啊同阿机智佢哋咁样啦。系咁跟住系个角色问喎，系咯，点解我哋会冇事嘅咁样？诶，唔捻知啦，因为拉带系自由的，拉带自由噶嘛。哇！跟住咧，你明唔明啊？佢系用角色把口同你讲，我唔捻解啊。系啊，吹啊！跟住去到之后，佢仲补多一刀，然后咧，阿窝子咧就用即系成个故事完咗啦。然后咧，窝子就用说书嘅方式就完咗。喺个说书空间嗰度跳翻出嚟。系，然后另外几个角色弹出嚟，喂，你咪死咗嘅咩？跟住啊！都系带自由噶嘛？哇！唔，佢又冇咁讲嘅，但系佢个意，佢嗰个意思。我记得佢好似系 exact 七年就系讲咗句，因为蒙面超人系自由，所以我就冇死到，好似类似咁样嘅对白。咩？佢嘅意思就是我唔会再俾佢哋嗰啲固定嘅历史框架框住自己嘅，因为我哋拉打每个嘅故事就系自己人生啊。所以咧，我系未死嘅。系。因为自由嘅，冇错啦，因为自由啊。咁点解即系其实即系讲咗咁耐，其实即系点解我咁嬲咧？其实咧，佢即系如果你个 interpretation 如果会好似我咁样吓，你将 Corsa 即系历史管理者呢个角度当系我哋平时拉打嘅观众，即系所谓嘅老屎忽观众啦吓，即系呢样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嗰啲啦。系啦，咁佢呢度就用即系就用角色。嘅角度同你讲，俾个宗旨你咯，俾个固定框架我啊，搞到我冇得自由创作啊，好捻辛苦啊咁样啊，即系你个平成宇宙营运得咁差，即系咁乱都算数啦，咁你仲要投诉啲观众话我话你乱喎、啊，我嗰刻真系着捻咗，你明唔明？喂，呢个系你管理嘅问题嚟噶嘛，关我捻事。因为本身我睇落去个画面真系太捻戇鳩啦，完全系睇沟片嘅心态。唔系，因为你唔会，你系沟到你冇啦，细心谂过其实佢背后恶意系乜嘢。但系事后阿女姐佢讲完之后，我都发觉系呢，佢的确系咁样讲嘅。即系其实依家谂谂下，其实都真系。是有啲问题存在嘅，系啊，唔系同埋我觉得系咁样去俾观众一个宗旨系真系好捻黐线嘅，同埋你话你同我讲话白苍生一郎冇份去谂呢啲桥，我唔信咯，傻啊，一定有啦，即系前面嗰样嘢咧，佢话即系时王呢样纪念性质嗰样嘢咧，阿庄唔系话唔好求其唔好用我嚟概括啊嘛。唔系，佢系话唔好求，佢系话唔好随便揾我嚟概括，系唔好随便嚟概括啊嘛，佢系话。其实我心谂呢个企话好似系白仓生一郎你，哇，好似系你哋自己想用呢样嘢嚟概括噶。其实当初佢谂住时王系独立作品嚟噶嘛，走嚟怪我。系啊，如果唔系你哋班观众我要概括啊，我点会做呢个 P 啊咁样啊？哇！好似冇人要求过你概括噶，冇人要求过你概括噶。其实你咩意思？你自己谂出嚟喎呢啲桥，大佬。我就系我嗰日睇完之后，我心里面就问咗佢：你而家咩意思先？系救你啦。同埋佢真系咧，因为咧嗱，佢嗰三个所谓 Corsa 入面嘅拉打咧，全部都系用所谓超和代表嚟去做一个结合噶嘛。其实唔系超和嘅。
旧世代咧，系嗰三个咧，嗰三个其实全部都系平成嘅作品，但系冇俾人算作入平成。系啦，总之就系代表住旧世代嘅一啲代表啦。其实都好啦，恶意啊呢样嘢。系啦，但系点解佢呢啲全部都系计平成噶嘛？但系点解佢会拣俾人拣中？但系佢个意思喺度咯。系佢冇俾人拣中，即系冇被选择为系平成，佢哋系属于其实大家都当佢哋超和噶嘛。但系佢用呢一班昭和嘅代表嚟做恶役，然后由时王去领导一班所谓平成嘅代表去踢鸠死佢哋咧，系好卵柒恶意。特别系你嗰个画面，系踢落去嘅时候，特登举平成个牌，然后再踢爆佢咧。平成真系好卵好啊！啊，系即系黐卵线喎，系黐卵线喎，其实黐卵线噶。系咁，但系多得佢嗰种咁卵喜剧式嘅表达，你先至当下唔会嬲咁解嘅啫。系噶，如果真系咧，系佢唔系嗰种沟片嘅方式去表达咧，我谂应该真系会睇喺度着卵咗噶。我谂系，同埋其实我想讲咧，所谓话即系你嫌呢样嫌嗰样啊，或者平成年代好差呢样嘢咧。我想讲咧，白仓系连 fans 嘅谂法佢都系掌握唔到咯。我见到无论啲 fans 点屌都好，包括我啦，我点屌都好咧，我都唔会话平成年代最好 reset 咗佢。我系从来其实冇人谂过呢样嘢，冇人谂过话要成 reset 晒成个平成拉打呢样。系啊，因为无论套嘢几烂都好啦，我哋都只会话，咁。冇计啦，下一套好啲啦，希望系咯，即系你唔计话，你唔会话要求要砍掉重练噶嘛？我唔会要求你重，即系譬如 Kiva 烂捻咗，我唔会要求你重拍 Kiva 噶嘛？咁你唔拍都拍咗啦，即系甚至乎唔系，即系我谂佢嘅意思系话有，即系佢有啲依家有啲拉打，有啲拉打 fans 嘅心态，嗰套烂嘅话唔会将佢当做拉打咁睇啊嘛。其实唔会喎，唔系有啲有，我识得有啲 fans 有系会嘅有，咁但系咁都系佢哋个人嘅，唔系同埋唔系同埋讲真，讲到尾都系情绪发泄嚟啫嘛，但系大家心底里面都会知道，佢而家嗰个系拉打嚟，情绪发泄都唔捻俾啊，黐捻线噶，屌乜即系，唔准话我啲拉打乱七八糟啊，唔准话平时拉打乱七八糟，但乱七八糟呢个系其实系客观陈述嚟噶嘛。唔准你讲，都话唔可以话佢乱出。唔准你讲啊！唔系因为咁讲，唔系点解话系客观陈述咧？你当初平成都冇旧平成嗰阵，你都冇谂过要 group 埋做一套嘢。你本身系谂住一套套个别独立嘅作品嚟噶嘛？系啊，系由 DK 开始。咁有咩问题？唔系其实冇，其实喺 Kuga 嗰阵，由 Kuga 开始到 DK 之前，都冇人要求过你要做总统合宇宙噶。喂，我想讲冇人要求佢自己主动做嘅。由 W 开始嘅统合宇宙咧，系你自己个企划嚟噶。你自己搞噶嘛，冇人要求过冲咯。边有 fans 要求过你咁做啫？冇。会唔会有好大嘅呼声话啊？不如我第三平成搞统合宇宙啊？边度？冇啊！边个讲过？即系甚至乎你意见书嗰啲又冇乜乜乜乜。我自己个企划就系、是、咩？你要请晒啲前辈翻嚟，咁你又冇做到啊？咁你可以选择唔做噶嘛？唔系我要求你啫，你可以唔做噶嘛？你咪话诶，因为好难搞，唔做。我哋都系我哋真系做唔到咯。我哋咪冇问题，其实都系嗰句咯。你做唔到，你话俾我哋知你做唔到。然后你话我哋会用其他方式去做好作品俾你，咁 OK 嘅，冇问题噶。唔系啊，佢有做啊，佢请啲佢，而且佢有请啲前辈翻嚟，请出去拆咯。系啊，系咯、啊。咁喂，我想讲时王所谓请啲前辈翻嚟就系羞辱佢，回避前辈啊嘛。系回避前辈系你自己嘅谂法嚟噶、哦，我哋冇人讲过噶、哦。系啊，佢话佢好似我哋嗰阵自己都认同呢样嘢噶嘛。我你自己系认同呢一样嘢，咁你先走去做噶嘛？系喺呢样，我哋喺陆战队嗰阵都讲过话咩啊嘛？佢话唔想回避前辈呢个问题啊嘛。因为最初时王其实都系一套独立作品嚟噶嘛。系啊，喂，冇人从来冇人攞自支枪逼住你哋话要将呢套嘢系概括成个平成年代拉打，你哋自己你哋自己都想咁做噶嘛？系咯，跟住你而家做柒再怪鸠我哋，走嚟屌鸠我。喺开咪之前呢，我即係因为我都听晒你哋劇透我先要开咪㗎嘛。咁当然有好多仔细位我係估唔撚到㗎啦，原来係咁样㗎啦 ,ok。咁但係呢，我听完佢背后呢种，我即係我理解到佢如果背后呢种信息呢係熟实嘅话呢，咁佢个状态似咩呢？好似黎耀祥。係呀、啊、根本就係黎耀祥。
就系、是、嗱，耀祥佢之前排喺某媒体度接受访问啦，即系我喺吹哨时间嘅时候有讲过，就系佢喺度屌鸠观众啊嘛。话你哋啊睇得外国嘢多啊又有品味啦，而家就走去屌翻我哋啊，嚟去显得自己好有品味啊。而家仲有好多人系需要 TVB 嘅，系啦，咁依家就节目几差都系。咁依家白仓就系点咧？就系、是。你哋啊，睇得其他嘢多啊，睇得 Marvel 啊，其他嘢多啊，依家系啊，咪睇得咸超多啊，系啊，跟住睇饮得内陆又咪，其实我谂佢主要想讲 Marvel 嘅，即系袁谷同东北新社嘅话，佢冇放在眼内，系咯，唔放在眼内，其实东映冇必要放佢哋在眼内啊，系咪先？咁佢而家都仲系好细嘅规模啫嘛，咁我谂佢主要系想讲 Marvel 嗱，你哋睇得 Marvel 多啊，饮个罗咖啡啊，而家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就屌鸠我拉打啊，都系你个宇宙啊，做得好好啊，咁我咪跟住做啊，咁而家你又屌鸠我，有冇搞错啊？咁啊，哇！我逼你做，哇然后。唔准话我拉打乱七八糟，唔准话成个平成时代乱七八糟，系多系乱啊！但系你只可以话佢系丰富，唔可以话佢乱七八糟。哇屌啊！犀利啊呢套嘢。但唯一唔同嗱，但系同黎耀祥有咩唔同咧？黎耀祥系 TVB 旗下嘅员工，而你系老板啊！屌你老母，老板嚟啊！个老板咁捻样同你讲啊！哇！个代表性真系，我觉得真系仲高过黎耀祥。系啊，其实佢嘅成件事系仲劲过黎耀祥噶。哇，真系黐捻事噶，即系都系嗰句咯。佢背后呢种咁样嘅信息，你同我讲白仓冇份去影响到套嘢，有咁样嘅信息表达，我唔信下山健人会自巴自为写个咁嘅剧本出嚟。就算是下山健人自把自为写，你白仓作为制作人，白仓都会加噶嘛，要经过你对眼。你批系啊，你唔好同我讲个剧场版冇你份啊，佢都系时王企划嘅一部分嚟噶，你冇理由冇接触过噶。你批咩意思啊？而家我好认同你下山健人嘅谂法啦，咁样啊？系啊，我谂我真系田崎龙太嘅心啦，哇！我谂咧，我谂田崎龙太咧都系特登将件事拍到变成咁样样嘅我未试过睇到咁嬲啊！你明唔明啊？佢而家系直接用演员用故事角色把口嚟屌鸠我啊！即系 Deadpool 咧跳用第四面墙咧，呢个系搞笑嚟噶嘛？但系佢用第四面墙嚟屌鸠你咯，屌！即系我谂，就算 Deadpool， 我谂可能都有试过屌观众嘅。但系嗰种系，但系佢唔系恶意，佢无论点屌你，佢最后都系有一个统一嘅目的，就系想你笑。但系呢度系真系为咗屌鸠你，即系点讲好？我哋 feel 到白仓你唔忿气咯，系啊，摆明噶啦。你睇佢点，你睇佢啲点五集，你都 feel 到佢条气好唔顺噶啦。哇，其实依家谂翻你啲点五集咧，根本就系发泄。系啊，我咪讲咯，呢套剧场版系啲点五集嘅终极强化版嚟噶嘛。系啊，我呢之前咧最初开咪前咧就听你哋讲大桥嘅啫，咁听埋啲仔细位咧就真系 feel 到系的确系点五集嘅。我即系唔系净我嘅升华版噶嘛，大哥。我好多人都咁讲噶，我见到。即系甚至乎我呢个净系入去当笑下当睇烂片啊，我都 feel 到我都 feel 到呢啲恶意。系，即系点解我冇咁嬲？系因为我死捻咗心。其实我都系因为死捻咗心。我唔系想我真系当真系系耻笑佢。如果唔系我死咗心咧，我就好似当年高咁样咧，着捻晒灯咁屌柒你噶啦。但系我唔系，即系其实我本身对套戏都冇乜期望，你明白？但系你估唔到佢可以刷新下限。我觉得你就算即系写堆行货，即系多北都算。你而家直接屌鸠我，我入场俾你屌鸠，我俾钱入场，俾钱入场俾你屌，有冇搞错？乜料啊？而家真系嗰下真系，我睇完之后成个人呆捻咗。唉，即系咁讲啦，即系拉打圈入面系咪有好多好恶劣嘅 fans 咧？即系咪？哇！你呢度要小心啲讲。小心唔系啊！我意思系，我意思就系咪白即系系咪有白仓所讲嘅嗰啲老所谓嘅老屎忽 fans 其实好多，同埋佢哋嘅态度都系颇为恶劣嘅，即系真系想话，即系其实同高达一样啫嘛，就系最好 W 打后嗰啲全部消失晒，以后都净系得 UC 就最好啦。咁啊系有呢啲人嘅。要分开两件事嘅。
佢啲态度，嗰啲 fans 态度恶劣系一件事，但你屌鸠人又系另一回事咯。但系你好唔好系另外一件事，你开地图炮嘛？你咁样啊？你而家系全方位屌柒所有人咯。你唔可以话因为有呢班 fans， 从而证明到你嗰啲你自己经营个宇宙系唔应该系唔应该俾人屌嘅咁样？唔系咯。系啊，你即系作为一个制作人，唔捻应该系咁。喂，好简单，我哋三个就系最佳证明，我哋系平成年代出世嘅。我哋系、啊、我哋其实冇乜点接触超和拉打嘅，我哋后补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基本上就系睇平成拉打大嘅，但系我哋都会话你有啲作品唔好噶嘛。咁有咩问题呢？做得唔好就系做得唔好噶啦，即系观众唔收货就系唔收货噶啦，点可以咁样去？点可以咁样去屌鸠观众啊？黐捻线噶，屌！犀利，冇咯，即系叹为观止啊！真系犀利，心哥，心哥睇都冇睇，已经着咗啦。系好嘢喎，真系。系啊，即系可能口头哥有欠公允啊嘛。我觉得心哥真系要买碟睇，系啊，真系一定要买碟翻嚟睇。系咪睇下系咪真系好似我讲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心哥应该睇法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唔系，因为咧嗱，譬如我讲啲最温和嘅拉大 fans 啦，譬如系马拉嘅阿信啦，佢个 YouTube channel 嘅已经系出晒名系最温和噶啦吓，就算佢闹时王都唔系闹得好狠嘅啫，即系其实佢都话时王系斗唔到嘅，但系佢都俾到五十分。咁当然啦，我觉得以阿信嘅 build standard 嚟讲，佢俾五十分即系。其实同掉落堆填区系冇分别嘅，或者咩打过嗰啲咩七点五七点五七点五楼下，其实真系就系要抌落焚化炉咁嘅意思啊嘛，系啦，咁阿信佢讲呢个剧场版嘅时候，佢都相对温和嘅，咁但系你都 feel 到其实佢唔多信气咯，即系佢觉得嗰种即系所谓闹老 fans 啊咁样。嗰樣嘢其實係好多係會睇得唔舒服嘅，即係亦都好明顯，唔係淨係阿女姐同埋天平睇到呢樣嘢咯。喂，其實我覺得自己即係點講好咧，即係功力未去到嗰啲好健微支柱嗰啲咧，即係證明其實套戲都做得好撚明顯咯。係啊，即係我唔係嗰啲，我唔係零，我唔係能力高到你有少少，你收埋咗少少，我睇唔到嗰啲啊嘛。即系同埋咧，你有咁多人同时可以睇到呢啲嘢咧，你要即系你死得好啦。咁即系证明真系有呢啲嘢咯。系啊，嗱咁当然阿信就正能量，即系阿俊雷信就正能量啲嘅。佢即系当然唔系我哋睇到咁嬲啦，佢就会话其实即系佢会觉得佢会认同翻阿庄吴咁，咁个历史系冇得改变噶嘛。咁你预期屌柒佢咁。唔系即系你直头系去到你系咪要去到话要洗要斩掉重练，其实系冇可能噶嘛。咁你唯有就俾意见闹完咁咪算咯。咁可以点啫？咁样咁即系都唯有系接受佢历史嘅一部分噶。系啊系啊。咁历史就系历史。咁呢个嘢大家一早就知噶啦。咁所以其实咁我佢呢嗰种解释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套嘢背后个态度嘅恶劣系事实咯。系。咪即系咁讲咯，好多呢个所谓话咩历史冇得改变呢样嘢，其实好多作品都有讲噶。譬如类似咪，譬如 Face Zero 咁样啦，咪咁阿失王就系话想翻到过去，跟住等自己冇得掹个圣剑啊嘛。咁然后话阿历山大屌鸠佢啊嘛，历史系冇得，历史系唔应该改变噶嘛，因为系历史成就你噶嘛。咁我觉得其实好多作品都会有咁讲嘅，但系唔会有一种咁发泄嘅状态咯，即系好，即系背后嗰种真系好捻恶意噶嘛。因为通常呢条桥系会所讲就系话，历史系唔应该改变，系因为无论再差都好，系成就咗而家嘅我，或者而家嘅所谓而家呢堆咁嘅系列。咁其实我原本啊，如果我哋唔好理解，唔好下下谂到系白仓嘅恶意嘅话咧，咁可能佢本身就系想讲话就系无论再差都好，咁都走到嚟呢一步啦。但系无论好作品定差作品都好，系咁多年平成嘅历史先成就咗而家嘅拉打嘅。咁所以其实呢，即系如果你佢个推论啊，系去到呢一个位止步嘅话呢，其实系 OK 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咁冇 keyboard。你后边就唔好写我咩？咁你唔好加多句咯，屌！但系即系佢出发点好明显啦，即系头先阿森哥列举咗佢嗰啲例子咧，佢只不过系单纯想客观咁描述呢样嘢啫嘛。系啊，但系你而家你咁讲系有目的噶嘛？系有目的地，系有个出发点系唔系恶意啊嘛？系
所以咪搞到我哋会咁嬲咯。系啊，所以即系亦都唔系过量解读，因为唔系净系一个人睇到啊。系啊，即系你可以话我神经过敏嘅，我一个人睇到咁样，系咪先？其实好多人都睇到，只不过反应未必有我哋咁大，或者话唔出声咁解嘅啫。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咁不愧是时王咯，即系我唯一嘅心。咁呢度有个平台啊嘛，咁咪会有人讲出嚟咯，就系咁。系啊，咁我唔系，但系我都系嗰句咯，不愧是时王咯。系正常发挥啊，时王嘅。当我以为 TV 版已经够犀利嘅时候，佢可以再咁样。喂，咁啊，但系咧，咁我觉得 TV 版有句说话系好适合总结呢个剧场版嘅，就系呢个最后一集，阿庄唔对于呢个 Sivolaz 啊，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你侮辱咗拉打嘅历史啊！呢套嘢系咯，的而且确就好适合总结今集嘅。系，唉，真系。咁啊，顺气未啊？女仔仲有冇要拖啊？冇，我已经爆晒，已经化为灰烬啦。OK， 系啦，咁啊，好啦，终于就所谓平成嘅最终章啊，就终于正式落幕啦。就系咁捻样啊，系就系咁閪样啊。系啦，咁啊 ，CO One 咧，咁啊，睇下我都系嗰句啦，要再整顿下心情先。我到而家，虽然我一路有留意啲资讯嘅。咁而嗰啲拉打嘅造型咧，一路咁走出嚟，其实我越嚟越中意。真香，系啊，其实真系型嘅，其实真系几型嘅。咁所以我，但系就即系故事上面，暂时都仲要吓、啊，要啲时间调节下先，自己先可以真真正正的起心肝开嚟睇啦。等套嘢完咗再睇下点咯。系啊 ，OK， 咪都系嗰句啦。因为而家系阿高桥裕也写剧本噶嘛，咁高桥裕也就系要过咗一半先知道佢真正功力系点噶嘛。唔系净系佢一个人写嘅。系咁，但系你知大家知道高桥裕也不嬲就系要过咗一半先知道佢仲有冇货噶嘛。嗯，系啊，咁所以就要过咗一半睇下点啦先啦。好啦，但我今次即系嚟到二十集，我好似 feel 到有少少嗰啲过火车嘅 feel 啊。咁大镬，又死咗几个重要角色。又哦，又系咁样，二十集啫喎。咁啊，系咪都即系都剧情都一半嘅？好啦，咁睇下过一半之后点样，我哋再睇点啦。好，系咯，好啊。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啦，我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好系，拜拜，拜拜。Bye.